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既然污蔑我，突然把我压在墙壁要壁咚我，没有做的事情他污烂我，那我这次我就要直接把我壁咚在墙上。我想跟你讲，我最近有点有想搞你的，我最近想说我儿子这是你是我了，这样子我可以讲你这样子都需要那个剧情，我想象到怎么啦，没关系，你这很怪，不要动，不要靠近我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。今天呢，吉安高恩来找秀秀拍一支影片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吉安的频道。就突然想到上次他跟秀一起整我，这次呢就换我跟秀一起认他。等一下呢，跟吉安拍完片之后，我会借故让秀离开这边，然后我再偷偷的跟他讲说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跟其他女生约这样，我会觉得这样不好。再讲一讲，我会再来问他，那你要不要跟我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既然污蔑我，突然把我压在墙壁要壁咚我，狂逼我吸他，那如果我不吸他就要吸我，没有做的事情他污染我，那我这次我就要直接把他壁咚在墙上。我觉得他会乱叫，因为他很会叫，我知道他很会叫，没错，我真的是尖叫那种，就是总之面对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，就是在约妹子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，看既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总之今天的最终目标就是看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我就是一定要壁咚到他，谁叫他要灭我，就是我要吃年糕餐，我们不吃年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排挤你，我不喜欢吃年糕，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吃年糕。我剪完了，好好好，我妈找我，我上去一下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终于弄好了。你觉得我在你们女生心里是一个好男生吗？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，我跟你就是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好男友吗？我觉得对秀秀是好的。那、啊、对其他人？我说对其他人好不好？那我是说，你觉得对秀秀来说我是好的，那其他人看来我是怎么样？看起来吗？蛮真诚的，不会敷衍任何人的感觉。那是好男友的形象。是好男友，但是不顾形象，很邋遢的。你知道我怎么变邋遢吗？我以前其实会打扮，但是秀秀会对我没有安全感。以前他都觉得我好像在跟大学女同学乱来这样。对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。我后来变成这样，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轻松，就比较爽。那你觉得他们对你这样腻？就是因为我感觉不会，所以我就一直保持这样，只保持彼此最舒服的状态。你算是好男友啦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你玩过别人女生，你也玩不了别人女生。但是我现在要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没有啊，要看别人要不要给你玩，不应该不想给你玩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有成见啊！就像你现在这么腿，但是你看你怎么这么多毛啊？然后你怎么肥？太黑就是，还是黑不是重点。不是黑，你好像是整容问题，整容坏掉。哇哦！所以，我高中的以前是比较好的。你高中比较好啊，现在长得像大叔。那我这个时期？哦，对啊，你那时候长得比较可爱啊。就是脸小小，然后瘦瘦的，然后还露内裤。在路上别人会注意多看两眼，还是有机会乱来。你也是大妈腿，我喜欢摸女生的腿啊。那你跟谁拍照？就他，我以前在台上。你以前好瘦，还瘦过。那我就是整组坏掉，可怜了。这是比较暴力的女生，这是黄渤。好恶心，哎，这个时期比较就头发短短，很阳光，阳光，阳光感。可是你以前这样会比较距离感，因为距离产生美感。那这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觉得是胖。是什么？我回讯息这样。怎么他那么难呀？对，就是我先回一下。为什么？谁啊？哎，等等等，你准备？他帮我在干嘛？你想看回应？妈，不是说要打你吗？我觉得我最近有点失控。对啊。所以我刚才问你那些啊，反正刚刚那个女就是我没有交的女朋友。所以那女是你最近刚交的？就是即使有在联络，然后偶尔会抒发一下。那你爱的是谁？然后我是爱就是说，可是。那你只是身体出轨。但是最近比较频繁的都是因为他的朋友这样。你现在怎么对秀的交代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想要多赚点钱，然后看有没有秘密处理。要把他打死？我不知道，但他不愿意啊，他就是要啊。天哪，你太夸张了，你在干嘛？在秀所？不要，拜托。所以你在岛上两边都要？因为现在这个女生她好像觉得她的地位已经比秀秀还高了，她最近有点太失控，然后我失控，你帮我想办法。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死了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真的太夸张。那我你觉得我要怎么跟秀秀？不用讲。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自己要搞这件事情，因为你都把人生肚子搞大了，你还想什么讲什么话？我在才在想什么办法可以挽救的，因为我其实有一点迷恋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很无言，没有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我觉得一定可以想到折中的方式。好啊，那你们两个一起养育那小孩啊，你跟秀秀啊。那你觉得他会愿意吗？我觉得不愿意啊。那有没有什么最好的方式就可以回到原状？回到原状就是做时光机而已。做时光机。要做这件事情都没有想清楚，有什么好觉得有什么办法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？应该是说，因为我找了很多这样对象。你
以一年来个两三次。蛮好的。那你会生病吗？就我都会做措施啊。那你怎么还会让那个怀孕？那比较嗨，嗨过头。我会跟你讲，我就失控了。所以现在是想要找到一个折中办法，就是眼前的小孩这件事处理完之后，还要再处理，就是我喜欢这种一直都很高的感觉。我最希望是我自己就干掉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理清楚再来讲这些。就说是一个好女生，她一生为你奉献，然后你这样子胡搞瞎搞。而且有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缺点，人不是完美的。你很渣哎！不然怎么办？要怎么样比较好？因为我说实话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女生，她身材好，家里也很大，但是她真的不是我心里焦点的那种。反正我听不下去，你不要找借口。就是会有一个小孩子叫我爸爸，他会叫你啊。啊，好像突然好严肃啊！我觉得你很可恶。我就一直控制不住，因为我还跟秀秀在一起，这感觉，感好兴奋，然后我就一直射手。等一下，我在谈天谈地，谈是非。你刚刚就想说，就是我最近有朋友，那我的朋友，他把那个女生的肚子搞大，那你觉得我朋友还要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？但不要啊，就叫那个男的跟那个搞大的女的在一起，这个小孩要一起抚养，然后把小孩。他那个男的只是一时的玩，他其实爱的还是那种的，你就 OK 吗？我觉得这是借口。就是我真的很爱他，干嘛还要出轨？他有可能是控制你住吧？就算我最近很喜欢下西洋棋的。没有这种东西，就是要分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分不清楚，那你就把棋也掉啊。没有那个东西的话，你就不会控制住。要控制得住，才配得上有人。不是，其实我说实话，那个不是他画，是脑袋的，脑袋自律神经失调，无法控制自己。那你就不要跟任何人在一起啊，因为你跟任何人在一起都会伤害到他。嗯，我帮你一起骂那个。那个人是谁知道吗？对，等一下你去帮我拿那个。什么啊？我才刚下单，叫我去拿。对对对，帮我拿一下外送。啊，自己为什么不去拿饭呢？好，要跟秀秀分手，我会愿意跟他。我会觉得，如果你好好对待那个女生，好，那我就没有话说。就你还是会跟我当朋友。我想跟你讲，我其实之前也有想找你的，我觉得你蛮不错的。好恶心的屁啦！千万不要放在我身上，我觉得。不会，我一定会尊重你，性爱无罪，你行我愿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摊开讲，有什么好不能解决的？都自己掏掉。不是，小孩的部分这很严重。你真的是应该把摔在墙上。我应该算他脸上，对不对？我是做错事了。对，为什么会自己的爱？我对我的手臂。那你就用秀秀手啊。重点弄错了吧，小姐。我本来不是想说这个处理完之后再处理。那你这不要弄，我会做我的手机。我这样子做无法跟你打配。做我这样讲。我就觉得你这样很恶心。而且你刚才在拍你一遍，只是问我想不想亲你。我那嘴唇好看吗？这样你会想亲我吗？想亲你。我好爱你啊！我没有，我只是暗示一下。没有什么暗示，你要意义我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意义，就是说我觉得。你要过来。没有。没事啊。我要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种夸张，我以为我是会是这样，会是这种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有管这个意义。你这样看着是有点。那个剧情我想象到。怎么啦？蛮新的。你这很怪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马路不动手。你干那个？就没办法，我就控制不住。怎么样控制不住？所以你就想象他那个自行能力失调。我都在那里想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种态度啊？好，那我们坐着讲。坐下说。好，就是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是说我喜欢你，可以帮我开始喜欢别人一下，要不要？对，我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知道那个录音是什么吗？你刚才听到那个录音是我录的，我前阵子才拿那个录音来给他，现在呢我就把那个录音找他来整理，他自己录的，超屌的。希望你看到那边没有感觉。我觉得可以删 P 掉吧。